鹏鹏，期待鹏鹏。鹏鹏，我求你件事儿呗，鹏鹏。鹏鹏，鹏鹏，鹏鹏，我求你件事儿呗，鹏鹏。哎，何老师，求你件事儿呗。哎，怎么了，何老师？你说。你待会儿九点以前能不能洗个澡啊？啊？因为都在说要看鹏鹏，要看鹏鹏，你别这个样子吧。 这，洗个澡了，九点以前洗个澡了，可以吗？那不是还要吃饭吗？这吃完饭就不洗了呗，好不好？吃饭就允许你吃完饭不洗了，可以吗？我肯定晚上会洗澡。我知道，但是我说播之前，你出镜之前，你因为这个我这边后面再打，期待鹏鹏，鹏鹏，我洗个澡吧。 洗个澡了，都在说要看鹏鹏，要看鹏鹏，你别这个样子。好的，好的，那我洗澡，好，洗澡。好嘞，对。我那我8点半洗个澡。鹏鹏，还有几分钟？还有40分钟，你过个10分钟去洗个澡，好不好？真的，给广大影迷呈现一个干净的形象。我劳动过后的我。 更有魅力，更有男人味儿，真是哪有味儿了？还好吧？洗个脸吧。你换个衣服，我主要想让你。哦，好，你就洗个澡吧，冲一下多好，多舒服呢。我怕我一会儿，你刚才不都决定洗澡了吗？是什么击退了你？ 我觉得这个夜晚不会很短暂，所以值得在中间洗个澡呀。哎，就一堆人劝他洗个澡就劝不动了。<笑>你哥哥就是不肯去洗澡，气死我！<笑>洗洗洗洗洗，马上10分钟，10分钟。不是，你没听出来大家看你脏吗？<笑>那我准备准备，我洗澡5分钟。 嗨，这真是个帅小伙呢。嗯，谁家的帅小伙？真是谁家的帅小伙呢？好干净呀！我的妈呀！哟，真是帅呀，这小伙子啊，是不是啊？脸白了一圈儿。